参加这个健康比赛复赛的小朋友一共有30多位，他们都是出生到6岁的小孩子。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，国民所得不断提高，所以小孩子们的健康也一天比一天有进步。您可以看到镜头里面这些小孩都是胖嘟嘟的，非常可爱。这些小朋友们要经过身长、头围、胸围跟体重的测量，然后要做口腔各部门器官以及预防注射的检查。这个比赛的结果将要在4月4号揭晓，并且在立法院第6会议室颁奖。